遥，你到底到了没有啊？我在这儿呢。喂，你有必要搞成这样子吗？我来见我的偶像，当然打扮得特别一点啦。随便坐啊，别客气，坐坐坐。哥，你先休息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你们来我房间有什么事吗？我走错房间了。我来找他，我找他俩。我走，他仨。我们都是您的粉丝。粉丝？你怎么可以跑到我房间？你知道这样是非常不礼貌的吗？我们。只是想来找您要个签名，没有别的目的。我是您的影子，那个影子，我是他同学，你给我签帽子上。影子，你们四个以后不可以随便进入到别人的房间。好了，现在名也签完了，你们可以走了吗？嗯，我们走了。
算是我们也能帮他们见到刘华强。这对我们来说也不是难事儿。嗯，我觉得这生意我们应该做。我们一起。要是我们能帮不同的粉丝见到他们心中的偶像，那就更好了。那我们应该在哪儿来做这个生意呢？走，跟我走。怎么样，这地方不错吧？从我朋友那儿借来的，租金嘛，市场价。男朋友女朋友？对了，我们得封一个老大，封一个做主的。夏爵，你是36个粉丝会的会长，这件事情又是你提议的，所以以后听你的。不是我吗？我也听你的。那好吧。那我也听你的。好吧，那我们既然成立了偶像猎手俱乐部，就来做一下分工吧。影子，你擅长电子产品，这么聪明，那你以后就负责潜入偶像所在的地方，帮我们探清潜入所有的困难。行。莫阳，你擅长化妆造型，那以后粉丝的造型和伪装都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飞哥，你是学心理学的，那以后俱乐部的人际交通啊，什么交流啊，都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我呢，是好多明星粉丝会的会长，又精通电脑程序。那就做饭。嗯，你说。嗯，所有的一切呢，都在我的掌握之中，那我就负责整个事件的把控。那我们要不要来个口号？就昨天设计那个是吗？是。来，狩猎偶像，不择手段，邂逅明星，无处不在。耶！哈哈哈。喂。喂，小爵，你吃饭了吗？喂，说话呀。在哪儿啊？不说话是吧？在俱乐部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就过去找你去。嗯啊，快去吧。哎呀，心疼死我了。就吃这些啊？你以为我愿意吃地沟油啊？哎，你试试这肉丝儿。
坐下。夏娟，你没事吧？你脸色看起来不大好呢。没什么事儿，只是有点头晕，刚才想起了以前那些事情，休息一下就好。你放心吧，你住在我这儿啊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我这次来主要是想我们俩能更好的配合工作，你不要分心，好好专注你的事业。去把我的 iPad 拿来。不去。去啊。你住在我这儿就好好休息，其他的什么都别想了。去泡杯咖啡。哦。夏娟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没事。你发烧了，快，去房间休息一下。喂，喂，阿林，放下。喂，冰箱里怎么囤这么多吃的？好多还是方便食品，太不健康了吧？哦，我在家吃的比较多嘛，所以东西自然也就多了。平时你不都是在俱乐部做饭给我们吃吗？怎么在家倒吃这些垃圾食品？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夏娟小姐。我是蓝天日报的主编助理，我们主编非常认可您的提议，希望您明天和安峰能够一起过来拍摄做采访。好的，几点？嗯，是上午9点，但是可能要辛苦一下，会拍到晚上。好的，我们一定准时到。好，明天见。好的，再见。 Star Sky 封面人物的电话，准备好明天拍摄吧。哦。那你有整容吗？没有。你现在男性都喜欢找网红，你对网会不会考虑找网红作为女朋友？虽然我周围的朋友都找了网红，但我目前还没有女朋友。你介意女朋友整容吗？不介意。你最想跟哪位导演合作？我最想和孔俐大合作。越来越有模有样了。来吧。庆祝一下。好吧，恭喜你越来越像安东了。恭喜你。恭喜我什么？恭喜你即将成功打造一个明日巨星。好，干杯。干杯。我全心全意地打理你的星途，一心想要把你打造成国际巨星，我有错吗？为什么飞哥、莫瑶、影子他们都不支持我？为什么？是我的错。不，你没错，我相信我的眼光，你就是天生的明星。夏娟，你喝多了吧？没有，你就是天生的明星。
我相信你，我没有看错。夏珏，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去房间休息吧。我真的没喝多。夏珏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也在为我弟弟的事情烦恼吧？安妮，别这么说。你弟弟的心愿，我们一定会帮他完成的。你不是安林？你是安风？对，我是安风。那安林呢？安林呢？安林去哪儿了？你快告诉我安林去哪儿了！你告诉我安林在哪？他在哪？哥，夏珏来看你了。怎么了？看着我脸上有东西啊？我饿了，想吃东西。你等着。是。